我的天哪，有人在火腿肠里找到迷你压缩方便面，用水泡泡就能变成真正的泡面，这也太神奇了。你知道我们平时吃的泡面都是压缩米里放面面泡出来的，这是什么原理啊？那以后如果饿了的话，直接买香肠好了，反正里面有迷你方便面。就是不知道这种变大的方便面吃起来什么味道啊，说的我都有点饿了。还是走起啊，孩子们，火腿肠买回来了，一共买了4个牌子哦。但是吧，我发现这2包火腿肠是真空冷冻的，这里面紧紧巴巴的，也不像是有迷你方便面的样子啊。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视频同款的火腿肠，只能买了同一个牌子的。这包火腿肠嘛，我觉得它包装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，我就买了，先拆一包再说。实在找不到泡面，吃火腿肠也不错啊。哇，这里面的肠是金色的。果然没有方便面，现在我就闻到香味了，先尝一口再说。好吃，这袋香肠是最后的希望了。但是我瞅来瞅去，也没发现里面有压缩泡面啊。不管了，剪开再说。咦，我好像看到点啥了，火腿肠的中间有一个小小的东东，真的是迷你压缩方便面，这也太厉害了，居然藏在正中间。把包装磨撕掉，宝子们，这个方便面真的好迷你啊，只有指甲盖这么大哟。但是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包装、条码还有封口全部都有啊。我凑到的口味是椒盐牛肉面，我从来没有吃过这种口味的面呢，正好尝一下。小腾腾，赶紧去随你泡个小澡的吧。小泡面，你要快快长大哦。接下来我们静静的等待它长成真正的泡面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这都过去1个多小时了，这泡面没有任何变化呀？难道是时间还不够？压缩方便面放在水里，它可以膨胀变成真正的方便面哦。你没事吧？你的脑巴还好吧？人家视频你都成功了，这是真的。我信你个鬼！你这个糟老头子坏得很。但你怎么没泡成功啊？那可能是因为时间不够吧。就算你泡10个时间，我觉得都泡不出来。切，肚子还真是有点饿了，我先去吃点零食垫吧垫吧。下集几个大冤种，净整些五迷三道的事情。今天看我不好整整你，让你知道网上东西不可信。我这有一份平江牛肉面，你别说，这压缩的跟真的长得是一模一样，就是体积小了点儿。先把它拆开，哇、哦，里面的泡面我留着，等会自己吃，再把我收集整个恐怖玩具放进去。